就是说原则上这边可以照相，其他画可能就好了，不要照作品嘛。对了，对了，他意思不要照好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这样没有照作品，照氛围可以哦，就是不要对作品执照啊，不要盖啊，因为他怕那个智慧财产的问题哦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这样照不到作品嘛，对不对？